下车，硬拗这个一两万银的俘虏，你看，这不是一两万银的俘虏的问题，两个银的俘虏啊也要分。人口多，一万人丢掉就不要紧，一个人也不能丢掉。时间要打多久？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。有，过去是有道路门，以后是有那些好人或者卖国的枪的什么战争，由他们去决定。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。即使打到，还得胜利。